朋友大家好，这是酒吧，现在是星期六啊，周末还是比较忙的。酒吧，看看这边，现在是酒吧现在开始忙的时候了，车非常多，比较匆忙的。这边是人非常多啊，开始排队啊，这边还比较多一点，坐的比较满。酒吧排队了，开始往里进。然后这边是停车场，下去是停车场，这边等于还是车水马龙啊，人还是非常多。看这个小，然后今天是有体育比赛，大家在坐在这里休闲，然后体育比赛开始，在这边吃饭呢、约会啊，各个方面都会有。这边也有这种很多种这种车，这种跑的还是比较多的。这种豪车，这就是它这个外表，在这里面等于是两家酒吧，一前一后两个酒吧。 Happy Hour， 我们看看 Happy Hour All Pizza， 这要选 APP 酒啊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